武汉肺炎疫情并未受控，香港的口罩供不应求，不知爱回家之开心速递的艺人又够不够存货呢？郭洁莹早前患上感冒，剩下的口罩大概够用一个月。他说在年29见到铜锣湾有口罩卖，但是已经卖到85元一盒了。周家乐的存货更加少，只是得回40个外科口罩，他都叫妈妈尽量留在家，暂时每日用一个，但是都只是顶到两个礼拜左右。而情况最危急的是 KC 欧瑞伟，他得回25个外科口罩，但是他表示不担心，只要做好保护措施就可以了。至于陈伟琪就用紧外国牌子的 N95 口罩，需要经常用喷雾消毒，而他说细龙山知道他不够口罩，就即刻送了两包给他，十分窝心。